们神父有兴趣的哈，哪会使来更加来学一下神父哈。另外一个动一动的哈，人讲动动动，我迄心中在对咧动。你看大家若坐伊个底吼，听咱神父咧讲吼，迄心中咧跳，本来是跳家己个啦吼。我提醒咱这个心中有随人跳随人个无？随人跳随人个节奏啦吼。但是迄动人动落去吼，你哪有法通？迄动一动落去，大家心中咧跳拢感觉动动动，对这个动个节奏咧去。啊，这个是人讲个，迄个声音有够大声。爱的震撼力吼，拢承受，咱拢有收着。啊，所以咱着对着伊的节奏，安尼一个，爱心吼，拢会听得清楚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咱这个时阵心吼，无想，我袂想的，心着静静啊，安尼家己欣赏，这着是倒来。当伊心会当静落来，着是无简单的代志。各位姐姐，咱想看卖，咱调是心会当静落来。咱真侪，而且啊，着讲阿妈袂开始的啊，有顶悬的迄个讲伊的啊，我讲我的，还是因为静落来这件代志，好像没有不关谁的事，关家己的代志啊。所以咱要讲静落来，要平静到简单，要静吼，无简单啊。心若无主体，心若无方向，心若无做主吼，咱哪讲咱想要静，啊，咱的耳仔敢要互咱静？咱真耳仔听得啥？听着边仔咧甲你讲，哎呦，我甲你讲清楚无痛哎哦，伊讲嘿啦，你的嘴都不由自主安那，因为你耳仔听着，你甲伊讲无错啊，你着尽量讲话，敢是？迄叫做好言无语。啊，咱的主心骨嘛，常常咧甲咱叫咧，咧甲咱呼吁。啊，各位亲戚，敢有听着伊咧甲咱讲话？敢有听着主心骨咧甲咱讲话？哇，真诶，遮厉害哦！哇，咱遮厉害，伊着心骨咧不讲不清，因为伊着，咱袂听话拢甲伊忽略去啊吼，因为伊咧讲咱拢无听着。人咱想讲啊，咱要讲伊个咱一个下晡诶课程吼。咱若有身体嘛，身体有要表演哦。咱各位先生嘛，感觉讲，哎，啊，迄心就是一个啥，放松、缓和尔，一个广播，听一个广播。但是从心腹嘛，伊在甲你广播哦，广播啥？广播讲，咱即卖心若静落来，你就会当吸引着阮的心。但是你敢吸引会着？心敢静落来？人讲心要静，耳仔唔爱放咱说。咱耳仔拢有听着别人在讲话，但是咱着爱做咱讲耳仔听着，但是心内不予所动。哦，咱拢会晓讲哦，不予所动，够简单？无简单哦，这个时阵着爱守中修中，要怎甲修中修着？你的中这个情念有无做住无？如果中这个情念来当做住，咱就静了啦。所以咱即摆来练看卖哦，好来个浅浅单。心情看卖啊吼，阿免咱先来吼，来，咱甲目睭开开，目睭开开，啊，然后甲你的手咧拍破啊声，大声甲拍落去，一二三，敲落去。好停，阿咪你来讲哦，拍破啊声的真侪，你敢知影？甲人鼓励。别人会欢喜，啊，咱的心骨会欢喜，因为你咧拍鼓啊，你的手会烧，你的心脏会静哦，伊袂乖乖跳舞，伊会静哦，啊，咱静，伊会找着迄个节节奏会静。所以你拍，一直甲拍，你的心骨会烧，你的心会静。我来，咱预备，拍鼓啊，开始。你要拍到节奏。主宾来，咱给咱家的上好的掌声，最后一次啦！掌声开始。好，感谢主宾。好，阿妈叫着大家讲阿声，咱有发现无？静静来，有发现？哎，这都是你哦，为什么会当静来？时间嘛未到，但是现在当静来，因为大家用迄个震撼力。统一一个节奏，咱拢无乱的，咱的节奏是统一
验，所以咱若大家的心拢会当同心，人讲五湖变成一，吼，我们大家兄弟一条心，咱无分你甲我，大家拢同心，咱会发现，咱进来比外口较近吼，有阵时吼，有啥物与咱的心结连的，咱的凝聚力一定有够。啊，咱一个特别邀请咱的。咱踮个厝内，甲咱解说今仔咱哦，咱个新歌，啊，咱嘛要唱着今仔咱个神队吼，啊，搁咱个五月吼，真正拢是真优秀个团队吼。那如果大家对咱个一寡音乐啊、乐器这一块有兴趣，也再欢迎大家可以来老师这边报名吼，或者再把咱个名单报上去，大家都可以来让音乐陶冶神的心，和音乐个和咱个心给大家起。啊，咱即摆咧，着用最沉静的心吼，咱将咱的心静起来。啊，咱等下吼，时间咧要来交互咱的演员说，但是咱即摆要心静来进行吼，各位先生来，咱甲家己坐好平起来，家己坐好平起来。啊，拍头摆用爱的鼓励，然后就是说你很棒吼，不是讲好学很棒吼，迄、那个你咧讲迄个主持人的你哦，啊，嘛是咧。邀请咱，等下咱的吴建海师傅，吴建海师傅你很棒，来，热烈掌声，先掌声欢迎讲，你很棒，吼，来，爱的鼓励，讲你很棒，咱就来，请吴建海师傅来预备，来，准备哦，爱的鼓励，爱精神哦，无精神，你当开始爱吴建海师傅，你要带我，咱做对做，开始，预备。慈悲前道鞠躬，昏道鞠躬，点传师好。请坐下。喂，天宇。先我拄一个吼，都嘛好安尼。啊，不过吼，若无困中昼的人吼，伊习惯啊，习惯就自然啊。啊，我这吼有困惯时吼，要倒着目睭睇起，若讲一会一会转，也无困吼睇嘛较看我安尼对吼，目睭放睇起嘛较看我，啊实在真正有影吼。啊，所以讲这个中昼时啊吼啊，然后无所不用其极，为着要破赶走这个困魔，所以讲吼。嘛，高刚阿毛，咱个中心的迄、那个果哦，果红幺花果，甲你摆下吼。一年嘞，然后进入天鬼，就是要吼，落雨只个困魔吼，会走煞啦吼。所以讲，我就会就唔通阁困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咱即摆会穿的这无简单哦，中心新果这无简单，这会稍吼练真久啊，哦，练真久。啊，大概呢，有当时啊，若开班照或者表演。有当时啊，你要看伊表演，有呾就爱看机会啦吼。啊，今仔我有这个机会，会通看到咱中心的小单位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所演起来的成果呢，实在讲吼，啊，技巧真好，啊，讲了嘛真动听啦。啊，咱趁着伊热烈的掌声，啊，来邀请着咱中心的成果吼。
看来。